早晨，今天又有什么故事发生，告诉你星座全都不准。走在街上尽是渺小的人，穿梭亘古丛林的栖地上，为了生存所有生物都认真努力沉稳，这些废话能够安慰什么人？失去天真，浪费了青春，还得不到结论。太多竞争，太多的疑问，成了火势上升，每天都在发生。我选择同时也被选择。